你不该招惹于帅，每个学校都认识他。这事情还是一桩又一桩。对，黄志就很烦。不过我白见，你要让我恶心吐了。 前两天这么说，满洲里动物园有一只大象。你跟我去满洲里吗？走，出去！滚！你是人渣，是他妈最恶心的玩意儿。 世界是一片荒野，去干嘛呢？看大象。